我最喜欢上网看书，一看就是哇大半天，那眼睛就会觉得又干又累，用滴眼液滋润一下吧。我选择蕊珠，它率先推出日剂量包装，每日一支，不含防腐剂，温和自然，眼睛每天都水水润润的。蕊珠滴眼液缓解眼疲劳，不含防腐剂。你在看我吗？小心被电到。东胜 Thompson。